是高芳婷同你睇天气。受一道雨带嘅影响，夜晚本港多区都有大雨，普遍地区咧录得大系十毫米嘅雨量。越夜就越冻，咁星期六天文台录到嘅最高气温咧系20.5度，而家嘅气温咧系得翻17.5度，相对湿度97%。睇下天气先生有乜预测？预测啦，星期日系密云有雨，夜晚嘅气温咧会降到大约15度。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雨，本周嘅天气咧将会持续都系咁冻，见到最低嘅气温咧得翻大约系11度。而预测空气污染水平方面系偏高，预测星期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咧系2，强度系属于低。跟住其他城市睇下天气。广州、澳门、厦门同台北都系有雨，上海多云。北京同东京都系天晴，首尔多云。巴厘岛同雅加达有骤雨，新加坡、吉隆坡同曼谷都有雷暴。胡志明市有雨，马尼拉有雷暴。墨尔本明朗，悉尼同布里斯班都有骤雨。惠灵顿多云，奥克兰有骤雨。美洲方面，纽约、多伦多同芝加哥都会落雪。温哥华有雨，三藩市同洛杉矶天晴。最后是欧洲方面，阿姆斯特丹同伦敦有骤雨，巴黎、法兰克福同苏黎世都是多云。这一节天气讲到这里，晚安。